大家好，我是顾健，今天是谁呢？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的这一款可以翻转的全能本 ROG 幻16翻转版。那这款可以翻转的全能本呢，不仅可以翻转，而且呢性能非常的强悍。所以如果你需要打游戏啊，如果你需要日常的娱乐啊，或者是你需要做一些工作的应用之类呢，这款笔记本都不在话下。所以今天是什么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 ROG 幻16翻转版的一些使用感受。 ROG 幻16翻转版的这个外形设计呢，非常的高端，那黑色金属材质，然后引力波纹理的设计呢，让它摸起来就感觉非常的高级，同时呢也保持了轻便。它总体来说它的厚度差不多不到2厘米的样子，那重量呢大约在2.2千克左右，算是比较的轻便的。那当然了，它的电源会稍微重一点，电源差不多是700克左右，但考虑到它性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那因为是翻转版，所以它的最大的好处呢，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使用模式。那你可以把它当成传统的笔记本进行使用，也可以当成平板电脑进行使用。那甚至呢，可以让它独立站立，作为一个显示屏进行游戏或者视频通话。 作为一台全能本呢，它的配置方面当然是相当的强悍。那它使用了最新的13代的酷睿 i9-13900H 处理器，同时呢使用的是 RTX 的4070显卡。那日常的打游戏呢，完全可以胜任，包括我日常使用的一些工作软件，比如说 Lightroom 呢，处理照片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流畅了。那我个人经验就是，处理我 A1 拍摄的5000万像素的照片呢，在 Lightroom 里面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流畅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ROG 幻16翻转版的这块屏幕，它是一块16寸的 2.5K 的 Mini LED 的星云原画屏，它支持 P3 广色域，支持色域切换，同时呢也支持杜比世界，所以不管你是要修照片还是要看视频呢，都能获得超好的体验。 那它本身呢，颜色还原非常的准确，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拍照对修照片的屏幕颜色准确有一定的要求的话，好吧，它可以很好的胜任。同时呢，如果你购买配件里面的触控笔的话， 把它使用平板模式，然后直接用触控笔在屏幕上进行操作的话，如果你使用的是比如说 Photoshop 之类的这些比较对操作精细度有要求的软件的话，你可以获得超棒的体验。那除此之外，240赫兹的超高刷新率，如果你喜欢打游戏的话，好吧，这一定是你最流畅的游戏笔记本了。那最后的最后，它有个16:10的屏幕比例，所以如果你要是浏览网页啊、工作应用啊，包括你如果你剪辑视频的话，你都能看到 更多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所以可以大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好，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其他方面我比较满意的地方。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电池容量来到了90瓦时，而且呢是100瓦的 PD 快充，所以50%的电量充电时间只需要半个小时，非常的好用，好吧？那同时呢，它的接口超级的丰富，在这边呢有两个 USB A 3.0 的接口，然后下面呢是个 Micro SD 的读卡器，在这边呢有 USB C 的雷电4的接口，同时呢在上面是一个 HDMI 2.1 的接口。最神奇的是下面这个拓展的接口。那如果你需要更强的游戏性能的话，它可以使用这个拓展接口呢外接 RTX 4090 笔记本电脑 GPU。那同时呢进一步提供更丰富的外接接口，而且还可以为笔记本持续供电。所以基本上好不好，算是硬核游戏玩家的一个福音了。好，那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觉得 ROG 幻16翻转版呢，是一个性能超强，而且可以翻转的这么一台全能本。那如果你在工作上面需要应用到一些 Lightroom 啊、Photoshop 之类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软件的时候，它可以很好的满足你。同时呢，在工作之余，好吧，在闲暇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打游戏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娱乐的话，它也可以非常好的满足你的所有的需求。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外观跟造型了。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那很快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再见了，拜拜。